那哲哥哈，哎，1996年你太厉害了，1996年你发了一张普通话专辑，你还发了2张粤语专辑，还发了1张英语专辑，12个月4张专辑，居然在那一年连发2张广东话专辑。唱广东话有难度吗？哎呦，超难。你敢当着我们香港来的3位歌手唱广东话的歌吗？而且还有一位也是从小广东话学得很好的哈尔滨的歌手。我又知道这个主持人每次问话都有陷阱。因为我们的赞助商是光明优倍牛奶，嗯，You Best， 我们要不要优上加倍一下？好啊。然后我们请校长翻译一下普通话，看看你准不准。其实我的要求都不多，试试我处境，睇睇我，你们很哎什么？很快乐。哎，他说第一句就是，其实我的要求不多，嗯，准的。第二句就是，我只是要快饿死了，我又马上要吃饭了。别开玩笑，他唱的很标准，很准，非常准。好，那再一次的谢谢哲哥和蔡依林带来的精彩的表演，两位请就坐。好啊，好，好嘢，好嘢。